收这个钩子的任务就交给我了哈。今天全给你收，好吧？你一起放了几个？放了六个。保证完成任务，让你收获满满。嗯，这一喂完鸡喂完鱼啊，就来这边收钩子了。他非要来啊，还是一样放在这个桥下面。别跑了哈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有。黄辣丁，赶紧提起来，别跑了，放桶里。这样子、啊。嗯。要解下来吗？装一点水先。好了。我厉害吧？厉害。这是我。别跑了，这么大。啊，那你还是够。来这边。这个我看一下。我来收。一样嘛。有啊，再拉。哇，这啥？鲶鱼。快来，鲶鱼啊！哦，哎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再跑了可惜了。会打结吗？会。那不先解开？解开吧，先。剩下的我来收，我来。哦，你来，给你。这边有四个，这我上的是蚯蚓跟鸭肝。哇，挂住了这个什么？有鱼没？有鱼，有，我都看到了。钩子了，挂了一个那个柴。挂到了。真的挂住了，你看。我真的挂住了。能用力拉吗？不要用力，用力会跑掉。一条，哎，你我轻一点，一条黄辣丁。我走吧，你呆呆。没走，你别动。他这里挂住了，这里。不是这样弄，我来。就是这样子的。哦哦。你别让他跑了。嗯。简单粗暴，把它弄断。直接把它搞断。这么大的黄辣丁，啊，将近有二三两。来，到桶里来。嘿嘿嘿，干嘛？这会天气太热了。你就是怕我把鱼跑了呗？啊，我还真不放心。切，不带你这样的，我又不跟你来了，自己来。一条小鱼。是吧？没有我说你就说小鱼。切，这条小鱼把它放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鱼好，赶紧把它放了，带死了。走吧。这个也有。这洞。这啥？黄辣丁。可以哈，这个收获。我来了，必须的呀。它跟你有好大的关系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也有虫子在动。啊、哦，看到了。啊，看一下这是啥哈？这肯定有。啥？不知道。没有。哦，那怎么在动呢？跑了。要不然就跑掉了。跑了。还是风吹的。跑了，不是风吹的。收到四条鱼哈，这四条鱼可以带回家，其中有两条超大黄辣丁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两条够半碗了，够我小孩吃哈，一人一条。最大了。啊，哎呦，这一条就小一点，还一条鲶鱼，这鲶鱼放鱼塘里面去养起来。这个可以啊。嗯。哎，回家。回家喽。走了，四条鱼太少了，以后这个钩子要放多一点。是哦。